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肿瘤救助定点医院博文医院冠名播出。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肿瘤救助定点医院博文医院冠名播出。吉林省红十字会全程救助肿瘤患者的手术、放疗、化疗，全程个人最高承担1.7万元。红十字会电话0431-8890-4957。今天率先登场的是一对夫妻搭档，他们能否让名师为他们打开师门呢？我叫刘艳玲，今年34岁，是来自吉林省榆树市的一名二人转演员。本来都不想来了，我老公非让我来。老害怕四位老师不给他开门，不开门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立鹏，今年31岁，一名二人转演员。任你多年的梦想回归舞台，还见到这几位名师多好，快上台试试吧，看能不能开门。试试呗，试试呗，加油，加油。您老你把我教大，教导言语我还记心中啊。你言说天上的星多月儿不亮，水中那个鱼这男演员嗓子挺好，真好听，水浑的不清，些话嫂嫂你都忘记了。三弟我是点点滴滴记在炮打金钟，昨天三弟我出朝摘了8元香啊，贪赃卖法国法都不容，难道说咱们该活人家就该死，做官要是不正怎么能够把名清啊。哎嫂啊，带回宋中爷封你的官职小，官要是在干啥朝廷，你今天一宝剑将我来斩死，也算你包黑子做官更勤啊，黑贼呀。儿，我的爹妈，你的老公公，你的公婆二老，老嫂你不看呐？看一看你的丈夫，我的大长兄，老嫂你往包家的家谱看一看呐、啊，老
海还有几名。虽然说我把你的儿子来炸死啊，以后你拿三弟当你的亲生啊。介绍一下，我呢来自吉林榆树，名叫刘立鹏，今年37岁，一名二人转演员。大家好，我叫刘艳玲，今年34岁，来自吉林省榆树市。四位老师好。其实，哎呀，给你们开门之后，我真的我就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民间的一对二人转演员。不管你们是不是夫妻，但是你们肯定有夫妻相了。他那意思，就不管你们是不是夫妻，他都给你们拆了。完了，那个打扮起来呢，特别的和谐，个头也合体，哎，真的很好。不是你老提，人让你猜是不是夫妻，是这意思。他们俩是夫妻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说你们二位就抱一下吧，别让童老师着急。是夫妻。你看我一看、啊、开玩笑的、就是过够了嘛，过这么多年了，太瘦了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哎呀，喜欢啥似的？瘦的身体不好吗？赵老师、严老师是大美女，我就喜欢这种类型的。我们太大了，都是气质大美女，名士高徒出事儿的，而且长得还都非常的漂亮，整婚变一个，你看见没？你可别在那说话，容易整婚变一个。还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我喜欢郭老师、童老师，我还没说呢。对你说去。哎，您给我问一下，为什么来到名士高徒参加这个比赛？我不想来了，他非拽着我来。怎么还不想来了呢？怎么的呢？不是、啊、这舞台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怕嗓子的原因，怕到这块发挥不好，所以就一直没敢来。嗓子听着起来挺好，嗓子怎么的了？我嗓子息肉，做了3次手术。哎呦啊，做三次手术啊？做了三次。息肉是也在，总在长吗？就像手指总是别的话，磨来磨去，就像磨出那个茧子了。你要好好养，要不然以后可能你要唱的时候，或者在条件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可能还要有息肉，是吧？就是你刚才说不想来这舞台，那你为什么又要来这舞台？为什么又要来这名士高徒？实际上还是想来，因为我怕我这嗓子久以后，如果说再做第4次手术的话，就永远登不上这个舞台了。我还是跟随着老公来到了这个舞台。一开始的时候不想来，不来，我让他来也不来。但是我能理解到他的心情，他非常想念这个舞台，我偷摸的给他报名了，报名之后把他乐坏了，非常贴心的老公哈。我希望你们两个啊，能把二人转永久的发扬传承下去，我们都特别喜欢你们两位，你千万千万别把嗓子弄坏了。再一个呢，我也希望你们两位呢能来到我的团队啊。开始了、你看呢，这就开始了。你别说那没有，我老乡，这个榆树的，我听他俩说。你怎么你不黑龙江的，怎么有榆树的？你到底哪儿的？我老家是榆树的，但是我现在工作单位在黑龙江。是这么回事啊？是啊，那你归打都归我们吉林管没事。对，归吉林管也是我老乡。说那没用。那个，我希望呢，你们两位能来到我的团队，就是说，无论是从表演上，还是唱腔上，还是那个，从你们两个艺术提高上，我会无偿的带你们走向更华丽的舞台。我也在努力，你们也都在努力，咱榆树人在努力。不是赵老师，人家还没说，就你现在，尤其我们女演员，现在嗓子已经到这程度了，你以后还能坚持唱吗？还想坚持唱吗？再一个，就是为什么不想呀？我听着话音乖乖，好像以后他不想唱了，或者怎么样？你怎么却没？他不，咱还没到抢人的时候呢吧？你说那话不对呀？话就到这儿了，你不是这道就走到这儿了，这句话就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把这话就说出来了。他不可能不唱啊，因为二人转是他的生命。你发现了，他做了3次手术，他还在坚持，有一有二，没有三没四，你知道吧？那以后就还想唱吗？能唱一天必须唱下去。给你点赞，我给你机会，我给你空间，给你平台。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。
因为我觉得你唱腔特别的好，我会帮你在这个路上也会前行，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。谢谢老师。就如果说来到我这个团队，那我会再让你拔一个高。谢谢老师。我们四个人可以选择你心目当中的老师，他会带你越走越好。谢谢老师。来来，接下来请选择。严寿平老师。啊、哦哎、谢谢夫妻俩。啊、哦、谢谢，将来有机会带你去中医药医院给你看病，一定让你的嫂子好好唱戏，好吧，祝福你。恭喜严淑平收获一组实力学生，也希望刘彦玲能保护好嗓子，和老公一起在名师高徒的舞台上顺利前行。我是一名美容顾问，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发现自身的美。美动人心弦，又难以捕捉，多一分是繁琐，少一分是无聊，唯恰到好处才是美。我追随时尚的美，我喜爱自由不羁的风格，而二人转的曲韵悠扬，让我的生命流淌戏曲的韵律。我是董思瑶，我一定让四位名师为我打开师门。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，多逍遥，清晨起
干啥呀？活过小王。那我哪会拉活呀？晚上睡觉是你得帮我。还干啥呀？捶捶腰啊。长得真好看，还没到这时候的。那童老师你也老帅了。那个童老师，这个桥段还没到呢，没到呢。不是我那个，我是听声音给他开的门，完了我一见就是那个，从他的声音完了我再一开门一看，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我喜欢的女人。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让他们两个男人给搅得稀乱。所以尊敬的老师还有在场的每位好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董思瑶，我是来自吉林省辽源市，我的职业是一名美容顾问，从事美容行业，自己开了一家美容院。哦，我问一下哈，比如说像国王老师，我们四个人哈，要去你那儿，我们都应该做哪项才最合适？比如说咱们严老师和赵老师是吧，你们的颜值那就不用说了，天生丽质，真的，您不需要再改变也不需要再动了，真的。郭老师呢，反正就我那儿有增高这个这方面的那个那啥，你看你去不去啊？增高就我现在已增着呢。就是郭老师也不需要咱们太调整了，就是太变了，你已经是男神了。哎呦，男神了，高兴了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然后接下来我说一下咱们童老师，我这个还有必要再打造一下吗？童老师，那个您我这个您介意让我近距离的观察一下？不介意，不太不介意。哎呀，童老师太希望了，行吗？对，最好是零距离。那我可去了啊！我可去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给他那眼睛装修一下，装修一下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过去了啊。我没事，我得问问我兄弟啊。春江，你可得指一条好路啊。春江兄弟，那个你看怎么样？他说让我人要来，就是看有没有来，有没有投资的必要，你看看。这回到正事了，咱们在这等半年了，终于有这么一个。哥，你赶紧拿出点诚意，站。非常热情的，笑容满面的，赶紧接待过去，快。哎呦喂，王一，我跟你说，这真是我兄弟，他知道他哥为啥闹心。兄弟力挺你，侯老师，我等着您呢。他们还有投资必要吗？大踏步，对，有台阶，小心有台阶。哎呦哎呦，怎么的，这就过上了？行了，距离很近了，来吧，零距离了。我还有努力的机会，必须有。那怎么能？思瑶，你看看童老师，就是说。比如说单眼皮儿啊，有泪囊啊，有皱纹呐、啊，我看一下、肉下垂呀、其实这怎么给他做一下手术？我带刀了。别！不是，其实童老师，我回去说啊，我回去。一点戏都没有，童老师，其实童老师，您只要稍稍的改动一下就可以了，像您的法令纹呐、单眼皮啊、肿眼泡啊，稍稍改动一下，您就特别完美，您就是我的男神欧巴。明白了，就是说童老师现在没有好地方，没有好地方。思瑶，你现在能不能就是现场给那个童朝江老师改变一下呢？现场啊，没问题呀、你给他改变一下。行，这个我简单的那个打造一下，哎，打造一下。我取下工具，等我一下，童老师啊。真有啊？完了，剪夹啥的，刀还是钳子呀？做完之后你别变女的啊，童老师。没有。童老师，您坐好。哎，我来了，我帮你来。你看看严老师，严老师，你别。那童老师现在变化这么大，我作为搭档来讲，我特别着急。严老师，你摁着点。童老师，你还是。童老师，麻烦您把眼睛闭上啊。对，把眼睛闭上，一会儿我给你说。那你要零距离啊，接触。哎呦哎呦！哎呀，完了就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佟长江了。佟长江了，一会儿加个微信。闭眼睛。等待着幸福的时刻，马上即将到来。哈哈，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你。
真不容易啊。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哎，变成双眼皮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双眼皮儿。哎呀我的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多大一次？不是我这，我这个我不行，我那肿眼泡，我那肿眼泡它没了呢。那得给你做下去了呗。我跟你说，你赶紧给我这弄回来吧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江丫特别喜欢我这肿眼泡。我生气了。是我得意你双眼皮儿，哎呀，快点吧，唐老师，你别弄。本来他是奔你这团队去的，你要拿掉的话，他可能哎呀不一样的你。拿掉吧，哎呦，那么打造另一个你。拿去了，他肯定不同意了，不能上那儿去了。拿不下来了，拿不下来了。这唐老师，这可是我亲手为您做的，你怎么舍得切下去呢？掉眼睛里，掉眼睛里了，就是怎么着。谢谢你啊，真的希望你能够在将来这条路上能也越走越好。谢谢。也希望你在二人转这条路上越走，因为我觉得你唱歌特别好。今天你为啥走到了这个舞台，来到了名师高徒？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舞台，特别喜欢二人转，也参加过很多节目，中央三台、中央七台，包括咱们吉林卫视啊，都常过来录节目。这个舞台真的需要我们喜欢二人转和追随二人转的人走到这个舞台。所以四位老师今天都为你开门了，你们也该有什么想法，该说的说吧，该抢抢吧，不要太多想法，定情之物先放好。其实我真的希望你来到我这个团队里，那个没事儿陪你逛逛街呀。哎呀，这过分了，陪你吃西餐呢，哎呀，喝酒啊，陪你喝点小酒啊。洪老师，我感觉不是去你团队，我感觉咱俩好像要搞对象呢。其实我是结婚早了，是吧？来不及了。洪老师，你这么一说吧，把人家四瑶吓坏了，那还能去你队里了吗？够呛，就是我看够呛，这事儿就够呛。你瞧你这种邀请的这种语言和方法都不对。对，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因为我会很好的打造你。在二人转的路上能够越走越好，给你最好的舞台，让你在舞台上绽放。谢谢叶老师，谢谢。一个好演员啊，特别是您的这么漂亮的演员，不光是男生喜欢你们，女生有一样的也喜欢你们。而且呢，你戏又唱得那么好，我特别是打开门之后，哎呦，您的小眼神，你正好一个小眼神就震一，哎呦，我说太媚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所以说，我也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，我这块我可以，我不光有学校啊，如果你想走正规团什么的，我也都这都能帮你。你去哪个团队也不重要，但是还是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因为我有两部戏到三部戏，缺女一号。黄了。有可能给你这个角色就安排一段唱二人转的角色，然后你还能化妆，是不还能做美容，都得让你发挥的，到极致。但是你走那个影视也不腻啊，那你也得跟电视台联系，跟他联系没用，他忽悠你呢，那黄了。我拍这个电视剧啊，都是我们吉林电视台的。但是我还是劝你，男同志还是加点小心。对，来吧，做出选择。选择非常非常重要。四位老师真的我都特别喜欢，真的，你看严老师和赵老师真的那颜值就不用说了，唱腔那我从小就特别敬佩，真的。然后童老师呢和郭老师呢，两位男神，哎呦我太纠结了，真的。男神得不用纠结，他要先说谁先提谁，估计基本上都没啥戏了。那是从后往前提的话那也不一定。哎呀，是，你看童老师都把那玩意撂下了，你看他把那个物品都撂下了，你心里我的选择是面对四位老师的激烈争夺，美容顾问董思瑶将做出怎样的选择，成为哪位老师的学生？我的选择是国华老师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吓我一跳。哎呀呀呀，这个咱俩的定情之物你必须留好了。你到辽源，我来长春，我找你。手机还还回去了。这个我真让我嫉妒了。老师，注意点，王春江。
从他的形象，百里挑一的这么一个演员，是我团队的一大损失，真的。告辞。生气了，佟老师又生气了。你选择我没有错，绝对给你机会。好，机会人人都有，看你能不能抓住。谢谢郭老师，知道吧？好，恭喜郭旺，加油！收获了一名超灵气男艺学生，加油！也希望董思瑶在名师高徒的舞台上越走越远。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一对夫妻搭档，他们与二人转有着怎样的故事？他们能用唱功征服名师，进而让名师打开师门吗？我叫杨威，这位呢是我的媳妇儿，也是我的初恋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得有10年了。记得10年之前，那个时候我在北京，夜场演出，然后呢，他自己一个人从来没坐过火车，来到了北京去找我，跟我一起在北京打拼。这次呢，想拜一次名师，在二人转的道路生涯上更上一层楼。手上上下下仔细观，上写着反复斗额，大逆不道。不错，开门。独海公烈染双帅，独海公烈顶当宅，看起了三一个人上也有，马上到了。怎奈是老夫姓斗，这范夫也姓斗，我们倒是知己呀，怎出来大不闲？心烦意乱，不愿意往下看。我将案卷压在桌下边，三更天我困倦，覆睡在桌。我案卷压下边，昏昏他端错了，爹爹的你不看，你怎知女儿我少祈愿又少抽搐？我的案卷放在爹爹他面前，轻声的就把爹爹唤，老爹爹，我是你女儿来在你的面前呐、啊。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俩是来自伊东县的，我姓杨，叫杨威。我姓王，叫王冬雪。哦，你们是夫妻档吗？是，是夫妻档。
说实话，说真话，相当实的了，还有证呢。你们俩那个认识多少年了呀？十年了，十年了吧？哎呀，当初是通过朋友的介绍，啊，那个时候跑场了嘛，在伊通县县城，那时候他在那块学戏，我俩就出来，然后溜达溜达，吃碗麻辣烫吧，是吧？哎呦，你这一碗麻辣烫就敲开了他少女的心扉。之后，然后我俩晚上就出去吧，上北京吧，你跟我。啊，又回北京了。去北京了。他说不行，我没出去过，我妈嫌我小，不让我出去。我说那不行。你妈嫌你小，人家还有小姑娘都没这你。是，就我妈嫌我小，不让我跟她走。吓我一跳。我妈说的。我说我先去，然后你这边你跟你妈呢再合计合计，看看能不能去。然后我就先去了，就我俩就一直联系。联系他这会儿就跟他妈说，他妈那边也不同意。后期一看挡不住了，还是你是偷着去的还是咋去的忘了。反正我是去了。嗯，去了。哎呀，下火车的时候，穿了一个，我还记得那是一个，黑色的带一个小黄格的一个小黄棉袄，小头发扎的跟那型差不多。记忆犹新。但是那时候脑袋没这么大啊。长了呗，我说。完了，听我一瞅着，就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我说，你放心吧，都是为了艺术。别的干啥呢？为了二人转。说实话，二人转演员真的很不容易，真的。所以说，你们一定要珍惜。我深有感触。珍惜这份感情。当时我心里就是难受。我说，这么远一次门没出，能够为了我，去北京。当时我就说。我说默默的心里在想，我说汪冬雪，我说这辈子就是我付出一切，我一定要对你好，无论何时，我永远爱你一辈子。还想刨根，我就想听听你在北京那跑场那股劲儿，遇到什么新鲜事儿啥的不？2016年，然后通过朋友介绍，现在北京这个市场挺好。现在都演 KTV 了，特别赚钱，然后一起就去了，去了两个月，挣了是5.5万块钱，哎呦，真没少挣，挣了5万多，然后就回来了。那你挣那么多钱，怎么就回来了呢？一般的喝酒喝多的，那都有酒蒙了啥的，他都动手都是鸟的，让他喝完了，不光让他喝，还得非得让我喝。那有一回那客人就喝多了，那这上来就连搂带抱的，就非得让我喝酒，完还给他整生气的，他俩搁里边还打起来了，撕巴起来了，完了他拽着我就走了，不干了，咱不干了，咱回家，咱不受这点憋屈事儿了。没错，就这种，感觉媳妇受委屈了就回来了。对对对，完就这种，我俩就又回到东北了。所以说，二人转演员赚钱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搁那里边啊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啥人都碰到了，主要是。其实我听了半天，我觉得应该是二人转为他们结下了这夫妻缘。没错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应该感谢二人转。对，为什么今天又走到这个平台了？因为还想唱二人转的，因为在那里边他都不唱正戏啥的。我觉得两个人唱的特别的好，也希望你能够来到我的团队，还会帮助你们走向更好。真的，我第一个给你开门也是女生还没开始唱。对，我还说了，我就给这个男演员开的门。对，因为他那个嗓子晕遮硬晕遮月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唱的二人转这个味道，太美了。欢迎你来到我这个团队，我会帮助你，把你们的两个人的艺术，二人转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层次上，欢迎你。说完了吧？那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啊，其实我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吃二人转奶水长大的一个演员，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和你们的二人这种相识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我也是因为二人转跟我爱人结缘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两对夫妻中有共同点，我希望你来到我们团队，因为我的团队呢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共同发展，然后把二人转这门艺术传承下去。两位说实话我特别欣赏你们两个的唱啊，这唱腔真的特别美，而且每个字吐得特别清晰，特别好，曲牌与曲牌之间的连接也连接得特别好啊。我希望你们两位呢能来到我的团队，咱们一起干点事儿，我也能就是说从你们身段到表演上我还能给你们加工一下，
我感觉你们俩会走得更好。嗯，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我们四位老师都为你们夫妻俩开门了，希望你认真的选择，你们俩也可以分着选，不一定都到你的团队。严老师，你不能玩就起高调，你不是，还得给你拆开来，绝对不能把人家夫妻搭档拆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吧，那你同志你就选，你跟着配合就，男演员也可以跟着女演员一起。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没那很完整，他们二位有这次机会哈，那很完整。面对四位名士的激烈争夺，夫妻搭档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是加入同一师门，还是各自心有所属？我俩决定了，我分开，我不跟他在一块。好，我就欣赏这样的一个决定。我选择的是赵老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分开了吧？你应该选哪？哎，我选择的是。嗓音征服名师，让名师为他打开师门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宋辉，我现在经营一家酒吧，我的酒吧非常有特点，大伙都可以点歌上来唱歌，但是在他们唱歌的时候吧，我就有种感觉，我想唱歌二人转。今天呢，通过这个名师高徒的舞台，我今天想展示一下我的二人转，让我把我的二人转之瘾一次过不后，我希望各位老师为我打开师门。想当年，大哥五十就把草鞋来卖呀，二哥肩担着豆腐派，三弟你把肉来卖，有功底，有功底，大街前正赶上二哥我来卖肉啊，我要你一刀五斤上秤盘，咱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，二人打仗在大街前，正赶上大哥的从此路过，一龙就把这二虎来，三人手拉手的就把这个桃园来进呐，一进桃园这论地天，咱三人常吃常喝常饮酒，大哥的管吃管喝不管花钱，三弟你这生来你的脾气就暴啊，一起下海大哥命归人间，一定要鲁西请靠山盖，你把大哥让到上边，大哥就在这井口上坐，
坐在了井口上的没有动态。三弟你首先撸起井里观看，看见了八爪的金龙，就把井口来。自那日三弟你才知道啊，才知道真龙这天子就在眼前。自那日咱三人结一拜呀，乌牛白马几天，乌牛几天天都征收啊，白马几地呀，地都安然呐。紧张了，来，老师，我介绍一下，来，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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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紧张啊，我姓宋，叫宋辉，来自于辽源市，曾经是一名二人转演员，现在自己承包了一个小酒吧，哦，酒吧在哪儿开的？对，酒吧在具体位置在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白泉镇。那酒吧那都白酒啤酒有白酒吗？没有白酒，他就是最多就是洋酒，国酒红酒洋酒洋酒是吧？对，人喝一瓶给人喝多情况下没法卖钱了。不是，那喝酒没有遇到就像童老师他们这样喝酒喝多就干起来酒蒙子。就这很正常，童老师好喝酒，我是意思酒蒙子，人多很正常啊，喝点酒了啊，瞅你也来气，我瞅他也来气，那两个人三瞅两瞅就云云渐渐。遇到这事儿的话，你说你怎么办呢？我得劝呢。假如说我得过去，我得先跟他说啊，我说哥们儿，我说现在都啥时代了，你用不着打仗。如果说我在听不懂的情况下还不听，这边我这灯光我准备就打着了啊，全是大亮灯，啪往那一照，我说哥们儿，你看那录像，那有录像啊。如果说看着录像的情况下还不行的情况下。都有一次我就出最狠的一招了啊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打我两下啊，你打我两下，反正我这体格挺好啊，就是反正一百来斤你就张了半，反正现在我就是孩子俩双胞胎啊，有媳妇儿啊，还有老爹老妈，还有奶奶老丈母娘，你张了半，你张了照多钱打我。基本上我说完这句话他也就笑了啊，酒已经都醒了。哎，这种方式劝架挺好。今天怎么又突然间又返回到这个舞台上，又唱起二人转了？对呀、啊，说句实话啊，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二人转。嗯，因为我没有师傅，我从小经过我妈的熏染吧，就是她，我妈就愿意哼哼，完、哦、我慢慢的我一边放羊，我一边我也就学会了，非常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能通过四位老师的的帮助之下吧。能把我的二人转继续走下去。因为这些年你可能因为在这酒吧待的，可能喝酒喝的吧，嗓子现在有哑音儿。没错。但是呢，这种哑音儿特别的有磁性啊，特别的好听，韵味也十足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还年轻嘛，形象又特别的好，真的希望你还能在你酒吧的开酒吧的基础上，能够还能。唱二人转哈、啊，我觉得更 好。谢谢老师。能更好。我曾经啊，跟严淑平老师合作过一首歌。曾经，在东辽的春晚，咱俩合唱过一首什么歌？过河。那好多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天还想听啊。但是那已经很多年了吧？很多年了。有十年了吧，差不多。那时候你还很小呢。二十多岁，嗯，今年35。哦、哎、呀，这好巧、哎。那今天还想跟严老师。有啊，我就寻思，反正老师也很忙了，能陪我唱一段，我感觉我这辈子没白活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，如果我是严老师的话，那真事儿。你放心吧，严老师指定得去跟你谈，他能够达成你这个心愿。
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，妹妹可是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。感谢你今天的到来，也希望你能够选择一个最好的老师，能够在你的二人转的道路上能够帮你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嗯，那也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，无论是从哪方面，我都能帮助你。有需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，走走正规团体。希望你能来到我的秋波战队，谢谢你。今儿小伙子，那个我也挺喜欢你的啊，来到我的团队吧，女演员特别多。哎，我不骗你啊，我不骗你，骗你，你来到我的团队吧，演员都跑过来了，我会很好的对待你。对着你呢，没事呢，哥还会去你的小酒吧。哎，这也行，是吧？哥去你的小酒吧，没事呢，咱们俩在你的酒吧里呢，喝点小酒。聊聊人生，哎呦喂，多惬意！不干正事儿了，也不学二人转了。哎哎，小波，哎来哎，来吧，那个也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我也可以帮你送到专业的团体，帮你在更灿烂的舞台上能够实现你的梦想，所以是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。那个，如果你来到我的团队呢？他们团队跟我没法比。哎呀，你不要做出你的选择。孩子，你不要听他忽悠啊。对。他现在那什么两部戏，这那都黄了。全黄了。好，别上。先生，你也别听郭旺老师那个招募，他那个招募根本就不灵。来吧，开始选择。最纠结的时候。因为我从小到大听了你们的二人转长大的。我选严淑平老师。好好好好那个经营你的酒吧，同时也跟三位老师咱们共同把二人转唱好。恭喜宋辉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名师，愿他能在名师高徒的舞台上重拾自己的二人转梦想。明天您将看到，归你管皇上的头上，你管过三成，四海之内美啊明明啊，家破人亡还把冤家扰，年三冬三十七个月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姑娘发烧烧的，其实眼睛像小红兔子似的，我上台唱六月雪，我当时我都懵了。来，哎呦，小妈妈，哎呦太好了，看看我的小宝宝，来，光脚，我感觉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，我比较踏实。我十六岁开始学习，我第一次就这样唱戏，我真的习惯就好了，我总这么唱。我想选择，我要选择的是最后。我选择